怀感恩之情，满怀不舍之意，隆重欢送山东吉林第一批援助医疗队队员，在新冠疫情肆虐日子的危急时刻，山东吉林省义务勇士带着省委省政府的殷切期望，带着山东吉林人民的深厚情谊，闻令而动，向前而行，苦战鏖战40多个日日夜夜，生动地诠释了休息已过、荣辱已过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交往、交流、交融，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，极大地体现了五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。衷心祝愿大家一路平安，工作顺利，前程似锦，扎心可乐。谢谢大家。